天伦，这里超漂亮的晚上。你找我都全部黑白啊！再给我们。哇，很美！他就软，你可怜。早安，昨天晚上实在是太累哦，我们回来就直接睡哦，所以就没有拍到。今天来给你们分享一下，在迪士尼求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看小红书啊那些，哎，我们在 Disneyland 求婚好像很美，就是那个烟花拍烟花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讲，哎，可以啊，这样子就在放烟花晚上的时候求婚哦，拍照又很漂亮，那我们就好。那过后我就跟我香港朋友讲，然后香港朋友就讲。我帮你 email 他们看，因为我姐夫要买99朵玫瑰花，所以他会比较大束一些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如果要收在那个 luggage 那个地方， luggage 的地方好像不能进，他们想说有什么方法嘛，然后我们就 call 给，我们就 email Disney， 我朋友就帮我 email Disney 看怎么办，然后 Disney 就讲说他们是有那个求婚的那个 plan 这样子啦，就 package。但是是免费的，但他们讲，但是一定要跟当事人讲，不能跟就是第三个人讲那个东西，所以就我的朋友就给了我姐夫电话号码，然后他们就打给我姐夫，跟他解释怎样的一个计划这样子。但是哈，那个 plan 那个 package 呢，是在我们去 Disneyland 八号嘛，八号其实是满了的，所以我们是需要，他就讲十号是有 slot， 但是我们的 plan 已经是 fix 了，因为十号我们去澳门，所以就想怎样都一定要八号。然后我们讲不用紧，这样子我们就不跟他的 package 走，就是我们自己走我们自己的 plan。然后他就讲，但是他不确定，就是那寄放花的，他们一个人可以帮助，就是雇那个花这样子一个地方寄放。他讲那个寄放花的地方已经满了八号，所以是没有地方。然后我们就讲说，这样我们就自己在想办法，自己拿着还是怎样。然后那个人就讲，他不确定那个99朵玫瑰花能不能过外面那个 back check 那边。然后我们就他就讲不知道那边的人会不会允许我们带进来，所以我们就讲。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，还是要 try， 就是试试看，如果不能的话再想办法。然后我们就讲说然后最后一天前一天的时候，那个 Disneyland 的人又在 call 给我的姐夫，然后又在跟他解释那个花好像是99朵不可以带进去，然后我们就讲我们已经订了那个花怎么办，然后他讲没关系，他就通融我们，帮我们多收一个，就是没有在 list 的，就是在他们就另外著名这样子。其实他们 service 也是不错，他们是蛮贴心，他们就是很希望你们求婚成功这样子，然后就会想办法帮忙，所以他们就帮我们收，就是那个送花人直接 deliver 去 Disneyland， 然后他们就会帮我们接收，然后我们到时候已经在里面了。然后是有一点麻烦，在晚上求婚他们是说不可以，是因为他们真是围着一个地方，然后为了安全起见是不能求婚的。然后而且他讲有一点大声，就是他的音乐啊烟花，所以他讲的话全部都是听不到，所以他就不建议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求婚，所以我们就 plan 在早上求婚，然后早上求完了，然后晚上再去烟花那里拍照，本来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就早上是真的求了婚，只是晚上的烟花其实真的是求不到婚，然后也拍不到照，因为他的人是超级无敌满，就是满到没有一个空间，每个人都是站得很挤的，你要跪下来都没有位置的那一种，所以他们就不建议我们就是在晚上求婚啦。然后 Disney 的那个 plan 呢，那个求婚 plan 好像是就是会给你一个房间，就不是住的，就是给你房间拍照这样子，你可以布置那个房间，可能一天就有几组人这样子，就是也是不错啦，就不需要跟人家挤还是什么。如果你是想要在 Disneyland 求婚，但是又不想要跟人家挤的话，就可以在房间，还是或者是你们可以去问他们的 plan， 因为我们也不清楚，因为当天则是满了，所以我们就也没有去问。哦，还有就是那个99朵玫瑰也带不回
马来西亚，因为真的是太大束了，然后而且不可以带花回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给了我的香港朋友带回去。还有就是香港的 Disneyland 其实也不需要买到 Fast Pass， 我是个人觉得，因为我们最长的队只需要一个小时，然后其他就是20-30分钟。因为之前我去过日本的 Disneyland， 真的是最长的队都要3个小时多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有必要去买 Fast Pass。 这边的话其实就排一下队都可以玩到，然后我们都是玩那些一开始都是玩比较刺激的，然后过后就玩比较 chill 的，所以大多数比较好玩的我们都玩得到，就是因为我们11点这样子到，然后在家求婚在家吃东西到来其实也是够时间。那它的游戏其实也没有到很刺激，因为毕竟是 Disneyland 嘛，然后那些过山车都是还好，只是最刺激的是那个第一个那个像海盗船这样子，那个会比较刺激一些，然后其他过山车那些都还好。现在准备要 check out， 然后去吃 dim sum。 今天的 outfit 配高跟鞋，也是酷酷的。嘿，今天跟姐姐 twinning， 现在 check out， 然后等下我们再 check in 另外一间 hotel， 到另外一间酒店 Nathan， 然后等下我们的 dim sum 是在对面一灯 hotel 吃。Thank you。这里是米其林一星的这个餐厅，然后是要预定才有位置的。这个是叉烧包，它外面长得像菠萝包，这里面有叉烧，这样。哇，有吃过的味道，就外面甜甜，然后外面甜甜，里面咸咸。但是醋很好吃。
是好吃。刚才我们吃的这个顶上呢，一个人大概是100马币，600多港币。蛋仔，抹茶，抹茶的哈。这个他们的 ice cream 车。我们现在在旺角，旺角这里走，然后这里都是一些球鞋啊。耶！在马来西亚喝不到，排队太长了，来香港喝。对对，楼下不行，这里还好。慈山，要进来是这样，厕所是 OK 的，蛮好看。他房间没有到很大间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然后他的 view 有点难看，700多一晚呢，这边。刚回来房间冲个凉换衣服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 K11 Museum 去看他晚上的圣诞树，听说很漂亮，那个 Dior 圣诞树，等一下去看。搭地铁，这里都是人家时常来拍照的那些柱子，原来就是这样小小个罢了。现在走 J 出口，这个 J 出口需要一段路，需要走一段路才能到。先来逛街些，然后大家再出去看那个圣诞树。嗨！哦，很美！哇！
们拍不到。可以调，那边拍。电梯的这个按钮在这里 ，so cute。这个 GC 的这个面包店就是出名他们的这个牛角包，这个 croissant 很漂亮哎，而且它的对针是超级无敌的长。OK， 那我们在门口了。晚上风景超美的，差不多，你话少冇所谓。好，到了这个晚餐的地方，楼下火锅，它的店是真的是在楼下的。我们叫了一个是沙爹汤的椰子鸡，先喝先才进 club， 这边 club 实在是太贵了，所以我们先喝一些先，然后再进去 dance floor。 我们来到了蓝怪凤，这边真的是很热闹耶，很 happening， 超多人。摆完就可以啊。哇哇，真的好热闹，晚上整条街都是人。Welcome to Hong Kong！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Challenge.
components with euphoria and slowness with society the driver's seat the first one to be close。早安，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三天，是吗？对，第三天。然后昨天我们去蓝块峰喝酒，然后回来也是很迟了，两三点了，所以就没有拍。然后今天十一点才醒，然后现在要准备 check out， 然后我们就要去吃一个午餐，这样子吃了午餐过后，我们就回来 hotel 拿 luggage， 然后就去坐 ferry 去澳门了，耶！然后今天的 outfit 是这样子，比较酷的。哇，你看那个钻石，看一下，哇，等下 focus 不到，太亮了，哇，大咧，哎，这件很配。牛肉面，然后这个是里面有 cheese 的菠萝包，是他们最出名的，还有这是牛肉面送的一 set 的，还有水。它这个牛肉面好吃，它牛肉味道没有很重。菜多洗。我们是叫我们的那个马靠澳门的朋友帮我们买票，我买买票，然后就直接来这 scan QR code。他们好像是有个 app 买票的。超好吃，等了一个小时的鸡蛋饭。